看这个蹄子啊，看不上，你说看不上，对，往上。还有一个了，还是？我不要，要太多。好吧。都得疼了你了，所以我一看吃不了，我都要了，反正走鸡巴吧。怕他鸡巴碳，对，一弹住了就不得了啊！这碳不轻啊，这要抱那碳不轻，打肉了还给他丢丢啊！不点，不丢，这都做不成道啊！试一下看看行不行啊？好嘞，不走了。我这么些啥肉了，现在打中？你得胖了呗。对，这边这样都胖不了。哦，踢的不，我胖不了。对，你看。有劲儿，有，那木子老住了，哎，看劲儿不行了，这老住还不急。跳了一下啊，跳了一下子，这是老平了，看了吧，换这一条腿，看吧，你看你还弹，干不了了。嗯，那是弹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小木驴啊，啊，错的，他这看你们咋？对，歇会儿，走吧。
嘿，跑起来了，哎，嗯，跟刚才不一样了。我给你堵了，他要堵不住他，这得有技巧。堵里面，堵里面，堵在后头堵，猛这个时候弄疼了，这个时候他后头一戳着，戳出来。你弄一个，又一个不得，一个。这是多少？一百三五，这能不能转？多少？这不是？哎，吊着的驴，东三月。哎呀，直接上凳子了啊！你不直接上凳子，他这驴几个？驴，不能。那天天盖的床，这天天又湿又黏，又湿又肥。我这不是生出来，是吧？你这是不留钱吗？啊，我能把我的就想拆除，我操，不太行了吧？看你不是好那那啥那种活儿，看你把这长好了吧，最好的呀。啊，这你怎么知道这的？我就不见人家笑了。哟。哟，肉汁儿，这磨肉汁儿。这该不就在直播，就是说，这会儿好像那是花瓶。你这个不能了。越，你拿老金子，拿老金子再说。越，你叫我把那凳子弄了，凳子让他不动。老金子，看你看眼里钱了，多快，就挣了个钱。俺啥挣了俺钱，动动活儿，俺得试下来。越。弄，就是太远咱们哪一个呢？不是，咱们赵县城北的。你说不是那？那咱这几个村的？咱这三县。你好，在种活，在种活的，种铁树的。对，种铁树，种铁树。越，弄上了，还弹的。好嘞。就我弄了那个币弄那个不一致了，对，那都弄了一致，弄了还干嘛？嗯，晕，晕，我听话，我听话，我听话，不听话。好嘞，你去弄弄，不听话，不听话，这不听话，不听话，这他这木头大去了，这里的这个红薯大家伙吧，小玩意儿，这小家伙还常干着呢。看我这开家伙，嗯，我这玩意儿，鱼，好嘞，鱼，我多少呢？嗯，我家里多嘞，来鸡巴，那时候老师叫俺河马抓来了，嗯，怎么兜来那驴？鱼，鱼啊！鱼，这够了，太长了。鱼，鱼。舒服了啊，嘿，摇头摆耳的。
让大姐宰，大姐宰。有吃这玩意儿有吃，他们要吃了要不起了。哎呀，你这对他们要吃了都对不起了。对吧？我今天要吃，你想想，是这，今天今晚这把小把狼接了上来，他们那些蹄蹄不累，哎呀，要不起了。哎，不用。这个老天，老天的，俺脚要疼了。哟，哎呦，我的妈！俺现在用，你这都着了，哎。哎呀，你看这月再不用，你看这么掉了。掉了吧？哎，慢慢的多了啊。真娘的气了，真的多了。鱼，鱼，鱼，鱼。真鸟不去了，啊，我嘞，我问他怎么去吧，叫人家呢。别的哎呀，手长了就有了。我问他你去吧，要是不去了，认识这俩客户，聊他咋整不过来的，喊他咋整不过来。什么？那个毛驢是80。哟哟哟，看哟哟哟，怎么了？头轮你了。好，你，落我了，看，给你丢红了。哟，好吧。我拿到了，还得给着他们。快走！咱不应该错过。啊，鱼不能，鱼。鱼，鱼，好嘞。你们这缠上成累了，这一下一桶下一刀就出来钱，缠上了。这个可不行。你那么技术啊，说的啥呀？车掉出去了就出去了，桩子掉出去了就出去了，那掉不成也得坏了，看来吧，这个毛病治不到，岳笨，岳笨，岳笨，岳，嗯，岳笨，岳。喂，不，哟，看，几百，四百一个，来，多少台？